好，我们从上节课继续往后，我们从这儿看，然后握书、吐气、打收脚。好，对后面，手拿好。好，到这停住。好，接下来我先对前面做一次啊，往前走脚，左脚先走，脚后跟先落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反面一样，脚后跟先落，然后膝盖不要太紧，稍微松弛一点。五六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，好，七八的时候，快速把左脚往斜后方，哒，快速撤一步，好，同时双手，哒，拿住，把手从外拿出，哒，握住书的感觉，好，往后啊，五六七，走，哒，七八，然后下一个用你的右脚往后画一个圈，哒，切到另一个面上去，好，我对背面做一次，五六七，走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，好，手上画腿的同时，右手的手肘往上提住，然后把你的手背切到你的脸旁边，同时腿画过来，手拉长，左手手臂伸直，眼睛往远看出去，同时气息是往上提住的，二二，手拎住。左手对着你的八点方向，眼睛看出去，好，三四的时候吐气。三四，往下吐气，同时手慢慢的沉肘，感觉去听的感觉，同时把你的身体往二点方向稍微靠一点，一二三四，靠出去，停住，然后五六的时候快速切方向，切，有个明显切根的感觉啊，五六七走，切，好，重心放在两个腿的中间，同时身体往后靠出去。停住啊！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切二，然后下一个动作，右手的手从里掏出来，两个同时大大交叉的五六七走大，好，同时身体往前舔出去，把你的书往远送出去，感觉送给前面的人。再来一次啊，大走送出去，往远撑，然后往里双手绕圈拎，快速拎到上面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的时候低头。好，到这之后换成右手拿书，重心推到左脚上，两个腿中间，然后走，给胸腰绕头。好，头上是给了一个大拎上去。好，同时手上在你的头顶，看，用这个书尖的方向绕一个圈，停住。好，同时给两个腿重心二六七走，推二，好，三四的时候快速走下弧线，画往上拎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拎上去，好，五六的时候右手右脚同时同步，大手上就是在这里画一个圈，大走，右手往下画一个立圆，左手走上立圆下拉下来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拎。动三拎住，同时左手盖下来，注意啊，这里的胯是往上提住的，千万别卸胯，站直，右手放到你的腰旁，手右左手的手心往下按，然后七八的时候给一个指尖，同时回头哒，看出去，眼睛往远看，手掌心手指尖看出去。好，我们从头数节奏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走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。